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问说哈，这个树啊，给它撑开以后哈，它的值是 k。第一小题他问说 k 这个数，它的个位数是多少？那问这个的个位数的话，你就给它除以十嘛，除以十以后哈，得到余数就是个位数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看这个哈，除以十的话呢？余数多少？这个数哈跟什么同余呢？跟负二同余啊，哦，跟负二同余，哦，你就六七八嘛，我给它呢除以十，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多少？就六嘛哈，六十，七十八，再用八，八十嘛，一减就负二，哦，跟负二同余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给它取876次方，哦，876次方，哦，这某十啊，哦，除以十，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哈，因为这个是正的嘛，所以的话876对不对？876，这个是正的，啊，所以哈，这个跟什么呢？跟什么同余？跟那个二的，876，这应该写等号，写等号。那我现在的话哈，从这里开始的话哈，我就看了哈，我二呢除以十哈，它的余数是二嘛，二的平方除以十哈，是余四。二的三次方，这是八。二的四次方多少？八乘以二，二八十六嘛，除以十的话余六。然后二的五次方，六二十二余二，这样就重复了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二的呢四 k 加一啊，这是二。二的四 k 加二是四，同余了哈，二的四 k 加三的话是八，好，二的四 k 加四就是二的四 k， 是那个余六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现在哈，给它什么呢？这个可以写成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二的哈，我给它除以四，876给它除以四，十二得八，十一得四，八十四，三十六哈。四九三十六，刚好是四乘以多少呢？219，这个跟这个一样的。哦，这个等于这个的话是二的呢四 k， 哦，二的四 k 加零哈，哦，这个是加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四 k 加四，哦，实际上就是二的四 k 加一。好，那这个跟这个一样，这跟什么同余呢？这个就是跟什么哈？跟这个六同余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数字呢除以十的话余六，也就个位数是六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它是问说啊，若以七除 k 余数多少？哦，就是六七八哈。我给它呢，除多少呢？除七啊，某七。那这样的话，余数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就看，先看里面的六七八。我给它除以七，六七八，七七九六十三，是十八，七七四十九。负一，哦，就六七八除以七跟负一除以七余数一样。那我现在给它平方，876次方，876次方，这是多少呢？这是等于一呀。也就是说这个数的话，哈，除以七余一，所以第二小题是一。